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JYP 电台。相信大家都有睇过唔少嘅呢啲隐笑嘅片段啦。咁今次咧，事当真就真系玩出火啦。佢今次咧拍咗一个隐笑比赛嘅片段，同埋影片啦，就上载咗喺 YouTube 上面嘅。跟住咧就发生一连串嘅公关灾难。今日咧，我哋就嚟讲一讲咧，事当真今次嘅公关灾难。事源系咁嘅。由游学生苏志豪同埋许言创办嘅 YouTube channel 是当真咧，近日咧就得罪咗 Anson Low 一班嘅神徒。咁点解咧？就系因为咧，佢哋将一个隐笑比赛嘅影片咧放上去 YouTube 上面啦。而呢条嘅影片里面咧，其中里面嘅一个令观众要笑嘅一个影片咧，就系 Anson Low 嘅一首歌啦，就系、是。嘿嘿 ,OK, 呢一首歌啦。咁呢当中呢佢哋邀请咗呢唔少嘅一啲嘅艺人呢去挑战呢个隐笑铁人耐力赛嘅。而参加者呢係要睇20条隐笑嘅影片。如果忍唔到笑呢就要扣分。而其中一条呢正正就係 Anson Low 嘅嘿嘿 ,OK MV 片段。当中呢就係、是、见到 Anson Low 呢跳舞嘅舞姿啦。咁大家呢都其实都知道 Anson Low 跳舞嘅，即系系比较身体比较柔软啲啦，同埋大家都知道佢个性取向系乜嘢噶啦。我谂呢个就唔使我详细咁样同大家讲啦。咁而一班嘅 Anson Low 嘅神徒咧就嬲爆啦，咁啊觉得咧是当真嘅里面嘅参加者啊，或者系咧去创作呢条影片嘅人咧，其实系。取笑緊佢哋嘅偶像，所以難以接受嘅，甚至咧亦都指咧由學修佢嘅舉動同佢過往嘅言論啦、啊，係背道而馳，而一班嘅神徒咧係怒火中燒嘅。咁而呢一個片段出咗之後咧。而呢条片段咧，其实系放咗喺是当真嘅会员频道度，里面咧其实主要系净系可以会员咧先可以睇到嘅。咁是当真里面嘅人员咧，可能就觉得咁样就冇事啦。咁但系咧，事实上就唔系、哦，其实咧喺佢哋嘅会员里面咧，都有一啲嘅系神徒噶。咁其中一个人咧就睇咗呢条影片之后咧，就非常之嬲啦。简直咧系怒发冲冠嘅，然之后咧佢就将呢一个对于呢条片嘅一个comment 啦，一个留言咧就放上去Threads 嗰度咧去公审呢一个事当真。佢就话啦，做咗3年几嘅呢个会员啦，睇到呢条片之后咧，佢即刻就退出咗会员啦。佢话佢接受到咧 Black Mirror， 甚至接受到12怪盗嘅讨论会，咁咧当中咧亦都有一啲嘅耻笑套戏啊，或者咧系。捞一啲live 唱歌走音，咁佢都接受到嘅。但系咧，耻笑佢嘅 Anson Low 跳舞咧，真系一个底线嚟嘅。咁佢觉得咧，可能有人神徒唔系佢嘅会员啦，但睇完呢条片咧，佢真心觉得整呢条片嘅人咧，真系心比非常之差。咁啊。之后咧就放上去呢个网上面咧去公审之后咧，就有好多咧 Anson Low 嘅 fans 咧都涌入去去评论啦，去轰炸嘅。咁啊，事当真咧被闹之后咧，就急急下架咗短片去扑火，亦都同时咧发表道歉嘅声明。佢话佢哋一直咧就为咗搞笑努力去拿捏界线嘅，今次咧真系拿捏失当，本台咧必须要为此处理不周咧负上责任。而佢哋相信咧搞笑系需要勇于挑战同冒险，亦都要顾及其他人嘅感受。事当真，仅此致歉，日后咧必定加倍小心咁样话。由于当时咧嘅群情汹涌啦，而事当真咧亦都见到事态严重，咁啊除咗删除咗 Anson Low 呢条影片，亦都喺社交平台咧去致歉嘅。咁咧佢亦都有讲到咧，因为咧初赛嘅一啲嘅题目嘅片段啦，亦都引起咗咧观众嘅反感，咁佢就下架咗啦。咁啊同时咧佢哋咧亦都会接纳唔同人嘅提稿啊，同时咧亦都会尝试咧筛选一啲。
敏感的议题，咁努力咧去拿捏呢个界线嘅，咁亦都会话咧之后会加倍小心咁样。咁声明出咗之后咧，有网民咧就唔认同，是当真需要道歉啦，就感到失望噶。咁啊，亦都有啲人就话啊，其实咧古天乐嘅今期流行嘅舞步咧都被笑咗好多年啦，咁样或者咧系啊，好似林峰当年即系挫咁样啦，都有人笑咁样嘅。咁然之后咧，亦都有其他的一些成员也都有去为这件事去回应的。其实呢他们这个的影片主要是来自一个日本的一个忍笑比赛的一个启发啦。我想着用这个忍笑比赛作为一个即试水温的。我没有想着摆了 Ensemble 这条片之后呢，他就有解释到啦，其实呢自己没有任何嘲笑成分。但是呢，现在这样讲法呢很明显就有修饰的成分啦，而他呢自己都有讲到，即是其实是当中有很多的误会啊，或者个过程啊，拍摄的过程有些任何的误会，强调没有任何嘲笑的成分的。咁但是呢，其实你摆得入去这个忍笑比赛的片里面呢，其实都已经是估到你是会即那样东西是会令人发笑，你才会放入去那个忍笑比赛里面的影片啦，如果不是不会放入去啦。所以呢他现在呢就只是即这样讲，只是一个掩饰的。相信呢神徒呢都会即他不会再嗌交的，咁但是呢就即都看得出他们呢筛选这个的忍笑的片段呢的确是有漏洞的。咁之后呢由学生呢就都有出来讲呢他会跳这个嘿嘿 OK 的。咁呢苏志豪呢就承认他自己拿捏不好啦，然之后呢甚至呢做了一些过界啦，令即是冒犯了啦咁样。同时呢亦都担心呢出街之后呢 Ensemble 会不开心啊，介意咁样嘅。咁啊，其实佢嘅初心呢并唔係想咁，亦都唔係去辣着一啲神徒啦咁样。咁啊，有机会会同 Ensemble 讲唔好意思嘅。咁而游学修呢亦都有话，其实喺 Fresh 度呢我一直都冇出声，都未喺网上有回应咁样。咁佢呢就有讲到呢，就係想吸引更加多人呢去讨论呢件事呢，对各方呢其实未必会有好处嘅。咁所以呢佢就提议呢自己会认真学一次嘻嘻 OK， 咁就问大家呢无数打和咁样呢就即係打和啦咁样。咁但係呢唔知道呢一众嘅神徒系接唔接受啦。咁不过呢我哋亦都可以去睇下另一方面嘅，即除咗史当真之外，我哋都可以睇下 Ensemble 嘅一个访问啦。咁如果大家呢即係有留意 Ensemble 嘅最新访问呢，就係在澳门的时候呢有访问到啊有没有听过这件事啊咁样。Ensemble 呢就有提出啦，他说其实呢自己已经入行了一段时间啦，咁其实呢已经对这一种呢的评价评论啦已经是习以为常，甚至呢即是叫做乜嘢，即是不会去理会啦，即置之不理，一笑置之的。咁所以呢其实他觉得呢冇乜特别，只是希望呢想告一段落。咁佢更加讲咧，自己感受唔系最紧要啦，就系最紧要佢啲 fans 嘅感受啊，咁啊，同埋大家唔好为呢件事去嗌交啦，最紧要系互相尊重。咁佢亦都有提及过咧，每一个人咧都有言论自由，咁大家嘅喜好啊，中意嘅嘢都系有所不同嘅。咁无论系边一种舞种都好啦，唔同国家有唔同嘅舞种，其实都需要互相去尊重。咁啊，我自己觉得咧，其实正确嘅，因为你某程度上即是其实每个人跳舞的 style 都不一样的嘛。咁始终大家即是要睇清楚你觉得应不应该即是取笑的位置是即是你会影响到他的个人的心理上面啦，定是怎样。即是呢我自己觉得呢在对于舞蹈上啊，或者一些演绎上面呢，咁大家呢其实就真的最好不要笑人哋啦，咁样即係俾多少少嘅尊重啊，同埋呢认真去了解嗰一件事情
是不是真的一件即是觉得好笑的事啦，样或者你笑的时候评论的时候那样东西是不是真的会踩到那个人的自尊啊，踐踏了他的自尊啊，令到他的尊严没有了这样。但是呢、另一方面呢，我只觉得这个事当真的可以做得更加好，尤其是他将他的影片呢去筛选的时候呢，是不妨可以试一下用一些即是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什么笑笑电影，我不太记得个名字，但是小时候看的时候就是有些人可能跌倒啊，或者出丑的样子啊这样。其实呢这些的出丑的样子呢、譬如说荡下无啦荡千秋，跟住跌咗落去个湖边咁样，即系类似呢啲咁嘅影片啦。咁啊，其实咧就未必会咁影响到咧，嗰个人嘅一啲尊严啊，或者佢嘅跳舞嘅style 啊，或者系笑佢嘅样子啊，如此类推啦咁样。咁所以咧，一众嘅神徒咧，亦都系最重点系因为佢觉得 Anson Low 即系跳舞系佢最重要嘅。嘢啦，系佢嗰个专长啊，佢嘅特长啦、啊。咁你攞佢嘅特长嚟笑嘅话咧，咁其实咧亦都系会令到人咧感到非常之愤怒嘅咁样。咁啊，不过咧，我相信 Anson Low 咧亦都唔会因此而感到即系因为呢啲嘅评论而令到佢觉得哇唔开心啊。因为咧，我觉得毕竟即系做一个艺人咧 ，EQ 高真系很重要的。咁所以咧，就对于佢嚟讲，佢都会继续咧。展现他自己的 style， 只不过呢我觉得呢在这一方面、即一些 YouTuber、就要留意取笑别人呢是不是一个会影响到那个人的真的人身攻击，或者是一些 影响到他的心灵上面的健康。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呢对这件事件有什么 comment 看法呢，请在下方留言给我们。如果大家呢喜欢我们的影片呢，记得给个 like 我们，还有就是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 和按钟仔，就不会错过下一条影片。我们下次再见，拜拜。